啊、哦，凯凯，你下课了、啊。啊，你要来丢树叶了吗？你看，人家在丢树叶，他在丢车子。我已经三千了。你三千分了、哦，啊，满分一千万分呢。如果拿一个丢下去，我们就要100。就100。超好玩的。啊，丢一个牙齿几分？丢一台车子下去是100。丢一个牙齿几分？丢一台车子进去。哦。丢一个车子100分啊、哦。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、7个、8个。哦，这个不可以拿，这个是老师的。哦，这个要放好。哇，太多树叶了吧！哇，凯凯也在捡树叶了。那你要用树叶丢在凯凯那里、啊，你丢给凯凯捡啊。这是谁的车子？这是谁的车子？啊？为什么有一台车子？哦，你也要、啊、好，预备开始啊，不可以丢到人哦。哦，哇，大家都很喜欢捡树叶，要拿回去煮菜给